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报告，还这么多人。 这小子竟然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说，辩解有用吗？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 孙，真的不用盯着他们装货，你就不担心万一有人忍不住杀几个泄泄愤？你要是这么担心，自己去看一看不就好了？人呢？土喀社，你真的好不要脸！这可不是你雄狮的地界，需要你进来了吗？我征战十几年，从无败绩，来这儿我就没赢过，我早就不要脸了。我来问问你们，四方守军是什么意思？ 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替大可汗问的。
朔州城中的壮年男子大多伤亡，剩下都是些老弱妇孺，带回去你养着，养不了可以杀掉，人头拿回去吗？我英师死的那么惨，我拿什么交代？那我英师死的弟兄就少了吗？若不是因为你鲁莽行事，我英师又怎么会伪装失败？杜康生，你破坏了大可汗亲自制定的计划。 你现在还要替大可汗问我，你配吗？我不配，但是你们放人就是不行。我若是你，我就乖乖的把嘴闭上。这样的话，或许我还可以好心分杯羹给你；否则，我的战报就不知道会怎么写了。 真打算这样跟大可汗交代啊？以前咱们对大唐的百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左右没有外人知道，可这一次，雄狮的人全看在眼里，他们肯定会抓住机会在大可汗面前做文章。母亲，你只要记住，事情是我决定的，与英师无关。这，还有，你替我做件事。 来来来，写的什么呀？看看去啊！哎，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？看来是他是愧疚，死了也算是为咱们朔州立过功的人。是，造孽呀！造孽呀！真是。走了走了，散了散了。 你若是死了，我不会留下这一城的人。你又作何打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令安世勒部损失惨重的人。如果你想要将我归入麾下，土喀社会怎么做？其他部落，还有大可汗又会如何猜想？可惜啊，李都尉已经死了。 今日之后，你只是我英师的一个奴隶。